开心的，而是对我开心的啊，就是在这个地方对我微笑啊。但是在这个地方，原来它的胸部呢没有那么亮，也没有那么大了，比较小啊，那就被人摸了。那当地人呢旅游啊很快了，来到这个地方就摸了，而且越摸的是越大，越摸是越大了，你看吗？因为手上是有很多骷髅啊。人家出了之后就变成亮了，变成大了啊，变成大啊，那边就变成大，亮了，看到吗？啊，好，这就阿福上了哈，也是美女的哈。但是在各位去个地方，就是东南西北，就是我们看到那个。